我们先观察一下他们大概在什么位置。OK， 好吧，好嘞，抓鸡。龙哥抓过吗？我抓过，这只鸡听说比较厉害。真的，一群一群的。我从这边绕过去，你在前面那边围堵它。好。跑去哪了？来支一下，支起来，然后你可以拿绳子把它抽走。准备好了，露露，起来了，快来！你们的陷阱已经等好。 来了！哎，怎么是鸭子呀？！对，从我那边跑了。 有一只，来了，有一只，力气挺大的呀！你还不如拿手抓呢，你还不如。好了好了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